自古都是猫抓老鼠，正邪两立。但在英国的一所监狱里，一名女狱警的居然在众目睽睽下与囚犯欢好。对于如此面红耳赤的事情，难道他就这么没有羞耻心吗？为何在正儿八经的监狱里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大家好，欢迎点击订阅。谁都知道监狱是个关押和改造囚犯的地方，但英国伦敦的旺兹沃斯监狱却成为了囚犯与狱警寻欢作乐的地方。 本来伦敦的居民就对公职人员有所不满，这下倒好，一桩桃色事件又把伦敦那低的不能再低的满意度又往下拽了拽。在旺兹沃斯监狱发生的事情足以让纳税人震怒，谁也没想到一位公职人员居然能做出如此荒唐的之事，实在让人汗颜。据流露出来的视频能看到，在这所监狱的女狱警琳达在值班的时候，与监狱里一名囚犯正在耳鬓厮磨。 他在情到浓处的时候，不禁宽衣解带，丝毫不介意一旁囚犯的摇旗呐喊，一脸享受的与一位囚犯激情运动。这时，正当两人忘情互动的时候，一旁的囚犯还拿着手机记录了人类最原始的冲动，而且还有人在旁边疯狂大喊：“嘿、hey,，瞧着历史性的一刻！”用我们旺兹沃斯的方式，旁人的呐喊似乎更加激发琳达与囚犯的欲望。 两人就这样在旁人的围观中完成了激情的宣泄。当时是痛快，但是事后就只有一个痛了。据说不久之后，监狱的监管机构就收到一名狱警的举报，告发了有工作人员在监狱进行不轨之事。接到举报的监管部门立刻展开了调查，这才把奔放的琳达给告上了法庭。琳达这边刚享受完，那边还要去自己给自己放假来放松下心情。 结果，他前脚刚到机场准备度假逃离，后脚就被警方逮捕。在登机前没法交代的林达，只能在法庭上通报自己的姓名等具体情况，让法官能有一个公正的判断。对此，英国网友好像对他丝毫没有怜悯，反而都调侃起来。有人讽刺了英国政府机构为何会在男监狱安排年轻貌美的女狱警，这本就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真不知道监狱机构是如何考虑的。 能将一位性感美艳的女人安排在一群凶神恶煞之人的周围，更没有想到这名女警会叛变的如此彻底，把自己都献了出去。据悉，这位女狱警今年已有三十岁，她在考进监狱系统之前，可是一名响当当的网红。不过，这名网红却有着不一样的风情。琳达在当网红的时候，就以胆大、尺度也大的特点，在英国某一个颜色的软件上有着不少的粉丝。 她与丈夫经常在这个软件上上传令人血脉喷张的视频来吸引粉丝。这些视频不仅内容劲爆，而且还明确打了码。对，就是各位看客想的那种。如果不打码的话，就等于直播动物世界了。这样看来，可能琳达就深谙此道，故意为之。毕竟这年头想找刺激的人不占少数，但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当诱饵的人却不多了。 此时的琳达在出席法庭的时候，可以说把自己给遮掩起来，小声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一副娇羞的模样。这样看来，可能这位还是有点羞耻心的。当初有多嚣张，如今就有多凄凉。其实还不知道她的丈夫会如何看待这件事。但是琳达的妹妹在得知她即将要去监狱工作的时候，可是好言相劝，希望琳达能公私分明，不要把囚犯当成把不可描述的对象使用。要说还是自家人了解自家人。 妹妹就是担心姐姐琳达会胡来，才警告过来。但是没想到琳达还是着了道，让欲望战胜了大脑，身体控制了精神。对此，琳达丈夫却没有任何的表示。毕竟这件事情闹得中外皆知，实属窝心。谁也不想自己的老婆与他人欢好，更何况还在工作时候与囚犯在一起摩擦起电。琳达丈夫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琳达很可能再去应聘工作的时候都计划好了才去的。 毕竟，这种刺激的工作可不是随时都能找到的。其实这样看来，琳达存心的几率真的很大。作为了一个网红，流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博取关注度，一些网红简直是丧心病狂，毫无底线。不过，旺兹沃斯监狱所发生的奇葩事情可不止这一桩。就在去年，年轻人丹尼尔因为偷窃被关了进去。令人诡异的是，在不久之后，他居然把自己当成挂件，拴在监狱送餐车的底部。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逃了出来。这件事情在当时就引起了英国人的恐慌，因为当年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犯了严重的罪行，才被关押到旺兹沃斯监狱的。至于他在军队里犯下的错误，也是让人胆战心惊。因为身为混血的丹尼尔有着中东血统，他曾在军营里利用自己的职能之便来窃取了很多档案库里保密的资料。 而军方也怀疑丹尼尔盗取资料很可能就被卖给中东一些极端组织手中，所以毫无意外，军方因为他涉嫌极端恐怖活动才把他关在了监狱。不过，实在想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这么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溜了，这年轻人的越狱如此简单，让人不禁为英国监狱的状况堪忧。据后来调查，原来当时值班的狱警寥寥无几，缺勤人数居然占到百分之三十九。 这样人员缺乏，使得监狱不得不考虑每年都要招聘人员。其实，英国监狱招聘狱警在一九八零年以前，统统只要男性。可是，在一九八零年的这个分水岭中，此后监狱也开始招收异性的工作人员。原因不就是上面所说的实在太缺人了？对于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急剧的人口锐减成了社会最棘手的问题。 所以，到了一九八零年的时候，当监狱开始招聘异性员工时，女狱警的人数占到了整个监狱的百分之四十。而琳达就是在当年经过考核成功才去上班的人员。不过，似乎琳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便宜了这监狱的罪犯而已。所以说，这琳达的事情绝对不是个例。英国也没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在不久之后真的要日薄西山，死路一条了。除此之外， 英国北威尔士的伯恩监狱曾被称为英国最舒适监狱，耗资2.5亿英镑打造，并以其优越的设施闻名，也是英国最大的监狱。但最近，这所监狱的名声可不怎么好，男囚和女狱警奸性丑闻更是层出不穷。有人感慨，年轻女狱警像是被置于橱窗中的鲜肉，任人踩鞋。为何这么多女性狱警都成了男囚犯的猎物？者，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三年三月。 英国监狱一共开除了三十一名在男性监狱工作的女性员工，远比前四年的十九人要多。甚至有一个女狱警和囚犯好上后，还给他生了个孩子。这些数字只是被大家知道的很少一部分。有个曾在英国监狱里工作过的男狱警称：“其实监狱里发生的男女不正当关系的事情，比外界知道的要更多更乱。”早在二零一九年，博文监狱便曝光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丑闻。 一位女狱警因与囚犯发生不正当关系而锒铛入狱。年仅二十六岁的狱警艾米丽·沃森被判处十二个月的有期徒刑。根据案件信息，沃森居然曾偷偷跑去毒贩约翰·麦吉的牢房三次，并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更令人啧舌的是，两人还通过社交媒体互发私密照片。就在同一年，缓刑关爱谢·古恩因为和囚犯库拉姆·拉扎克有了亲密关系，被判进了监狱。早在二零一八年。 他们俩就经常用手机发一些很私密的视频和照片。警察还在艾谢的卧室里找到了他和拉扎克拥抱亲吻的亲密照片，有的照片竟然还是在拉扎克的牢房里拍的。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有个叫詹妮弗·加万的狱警，因为和囚犯亚历克斯·考克森的男女关系，被判了八个月的牢。为了让加万帮忙带手机进监狱，考克森还给了他一百五十英镑。 他们利用这部手机秘密处理关系，并交换了包括色情照片和视频在内的敏感信息。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是，既然明知可能失去一切，这些女狱警究竟为何还会这么容易落入情网？监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不能是这些囚犯格外有吸引力吧？社会评论家们总喜欢用“坏男孩”来吸引女性的说法来解释这件事，但这种老套的说法其实是对女性心思的简单猜测。但根据狱警们的说法。 囚犯的行为更像是早有预谋的威胁和逼迫，事情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在男囚犯的监狱里，那些年轻的女狱警，特别是那些没什么经验的新人，经常觉得自己特别不自在，就好像变成了商店橱窗里的一块肉，总是被囚犯们用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很多囚犯并不真的是为了性才和狱警搞关系，他们只是想利用这个来骗狱警帮他们带烟草、毒品或手机这些不允许带的东西进来。他们知道。 只要和女狱警搞点暧昧或者调调情，就能让他们上当。这就是那些狡猾的囚犯耍的小聪明。英国监狱新监狱工作人员招募年龄也降到了十八岁，无疑为囚犯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因为缺乏经验的年轻女性，往往更容易成为狡猾囚犯们的猎物。为了避免错误发生，经验丰富的女狱警们都再三会警告新人：不要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不要和男囚犯接触过密。 不要为了男囚犯打破监狱的规定，但显然收效甚微。男囚犯们仿佛在玩一场权力游戏，只要女狱警稍有疏忽，便会毫不留情的步步紧逼，更多的界限也会像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最终使得权力从狱警手中流转至囚犯手中。囚犯们往往抱着破罐破摔的心态，随时等着女狱警跳入自己的陷阱。而对于女性狱警而言，他们面临的威胁远不止于此。 职业生涯的毁灭、名誉的扫地，甚至人身安全的危险都如影随形，使他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在今年三月，波尔顿皇家法院审理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两位女狱警阿丽莎·贝茨和乔迪·威尔克斯因为跟同一个男囚犯发生了关系而受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埃利奥特·诺普夫接受了狱警被囚犯诱捕的说法，在他看来。 男囚犯接近女狱警是觉得他们好接近，但女狱警应该更加小心，别让自己陷入这种麻烦里。在伯文监狱，犯人们都住在在单人或多人共享的房间里，每个房间均配备了浴室以及通讯工具，加上宽松的管理，女狱警和男囚犯之间的非法国密关系似乎实现的特别容易。 一位女狱警透露，事实上，监狱里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人发生关系，可能是暗的储物柜，可能是隐蔽的牢房。只要提前有人透露，一切就能悄无声息的进行。有时候，狱警们还能找到借口去囚犯的房间，比如说要和这人聊聊。一个男性前狱警回忆了一个事例，他的同事曾在监狱戒毒室与一名囚犯发生了关系，最后被抓了个现行，因为那个女狱警腹股沟上面有个特别的纹身。 结果，这个秘密被囚犯的聊天时不小心说出来了。虽然那名女同事最后没被告上法庭，但她接受了调查，被告知要么辞职，要么就会被抓。据说，她还涉嫌给发生关系的男囚犯运毒品。因为对男囚犯来说，性关系所求的从不只是男女欢好那么简单。大多数女狱警如果违反了规定，那他们就得付出不小的代价。只有少数几个能侥幸逃过惩罚。 可奇怪的是，那些监狱里搞鬼的人却总是能轻松逃脱法律的惩罚。每次性丑闻被曝光，大家总是盯着女狱警看，却忘了一个关键的事：囚犯们时间多得是，他们可以慢慢观察，好好琢磨，还有机会利用那些新来的狱警经验不足的地方。女狱警和男囚犯之间的性丑闻，简直就是电视剧离奇的搞笑剧情。谁能想到，真的会在英国监狱里会上演这样的戏码？ 尽管英国监狱曾多次声称要对类似事件进行整改，但看现在的情况，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有个结果。